诸位，现在休息十分钟。发布会结束以后，我们准备宴请各位，宴请各位。徐处长，张长官来电话，他让你亲自去接。张长官吗？我是徐芳菲，你有什么吩咐？我不是张长官，我是黄秘书。张长官正在隔壁跟学生代表谈话，学生代表已经冲进长官公署大楼了。怎么回事？学生请愿提前了？他们原来定的是明天下午，我事先已经做了部署了，并且已经通知了各学校当局的中层军统、青年军跟三军团，破坏他们的这次行动。徐处长，事情现在已经不是这样了，张长官正在隔壁跟学生代表谈判，现在楼下的学生在喊在唱，简直把人烦死了。你听听，你听见了吧？事情已经搞成这样，张长官真的很难应付。现在学生代表向张长官提出几项要求，弄得张长官是措手不及呀。下一步对策，你尽快拿出个方案来。是，我马上采取行动。老李让我告诉你，让你马上通知学联停止罢课，不要再上街游行了。前一段的各种群众运动、社会舆论，给敌人造成了巨大的压力，揭露了敌人的假和平、真内战的阴谋，达到了预期目的。现在，根据已经掌握的情报，敌人要进行大规模的行动。是为指示，与敌人斗争要讲究策略，有理有利有节。这些经验都是用鲜血换来的，不能再让敌人有任何机会。那我下一步的工作该如何进行呢？报社那边，老李已经安排好了，他让你不要再回去，暂时先到平安公司做他的秘书，以便安排下一步的任务。老李认为，和谈期间，敌人在各种压力下对白公馆和扎刺洞的管理有了一些松动，我们要利用这个机会在这方面多做一些工作，以便和狱中的党组织取得联系。嗯，小陈，我一定会尽全力去做的。自从哥哥他们被捕以后，我一直想早点和他们取得联系。有时候静下来一想起哥哥，我心里就非常的内疚。他非常疼爱我，从没让我受过半点委屈，而我却从来没有真正的关心过他，理解他。一想到这些，我心里就不是滋味。告诉玛丽，叮嘱曙光日报那个女记者，肯定是公堂，起码跟顾南勇密切联系，要不要马上抓起来？暂时先不抓，现在还不合时宜，我们要放长线，主要是通过他摸清地下党的重要人物。是。好委好委，那郭平去也就是参照杜大了，来帮
和平条款，造成刘军才来了。将军被囚禁在好位好位，看和平去了，兄弟，来个菜刀独打了，卖包卖包。把《曙光日报》给我封了，把那个叫陈静的女记者给我抓起来。这两天，那个女记者根本就没有回过报馆，宿舍里也没有她的影子。怎么搞的？一个黄毛丫头，你居然让她溜走了？我就不信，在重庆她能跑出我的手心去。喂，我是徐鹏飞。我是张群。曙光日报是怎么回事？张长官。嗯，是的，报纸我看到了。曙光日报的事情我来处理。把舆论给我平息了。是，马上办。是。喂，我是徐鹏飞。处座。什么事儿？昨晚兵工厂的仓库军火被盗，大量的武器弹药丢失。问题出在哪儿？现在还不清楚。厂稽查处是干什么吃的？据稽查处报告，当班的卫兵失踪，现在下落不明。把稽查处长给我抓起来，玩忽职守，党国的大业都败在这帮混蛋手里了。放风了。腿不方便，你还是小心点。你是新来的吧？我们女囚室的情况你可能还不太清楚。一是我们放风的时间要比男士的时间长，因为孩子要多晒太阳。二水要多供应一次。我刚来这里的情况我还不太清楚，这样吧，一会儿我就问一下所长，只要他同意了，我一定照办。嗯。我看这个新来的看守和其他人不太一样，想办法接近一下他，了解点情况。